好，我们这次来抽玉清跟这个安逸哈。然后我这边我自己是想要抽玉清啊，可是玉清的功能小雪其实也有，但它可以再行动，还算不错啦。管它，先抽再说。反正我们这个，我们就90抽结束了。那90抽结束。如果90抽歪掉就算了。加了吧？哎，还没加哦，我还以为已经加趴数了，居然还没加。六星雷脆皮，六雷脆皮是不是？火属性侠客太多只了啊！啊，都可以啊，抽到哪一只都可以，反正90抽我就收手了。联动不知道是联动哪一个啊？哎，KONN，哎，40抽了，哎，30抽了。40抽，我连下次联动什么都还不知道。我靠！啊，加发出啊，有点衰。果然今天不应该开台的。上次开是1个礼拜前。啊。第50抽。看，这还没有，你这很衰、欸，虽小的一天，然后我这几天在做农业的技能介绍的部分啊，然后我剪的素材。然后剪片跟加字幕花了我2、3天的时间，可能还不止哦。哎，尤其是字幕啊，字幕上最久，还改了很久。那我就不想开台了。有了啦，很随便吗？第一个，我已经没有什么兴奋感了。啊，玉清，哦。我救人的方式，你一定很喜欢。啊、哦，怎么救啊？安逸哟、哦，哎，没有安逸好，安逸是不是他技能我忘记了？介绍完我就忘记了，他是属于刺客型的角色吗？艾法奇安，又想射射，等一下哦，我现在很怕，有没有再抽第二个绝？呀、啊！嗯，好啦，抽，我就抽哦，抽给你们看，歪掉都不抽。好，目标安逸哥啊，今天的你安逸了吗？想过上安逸的生活吗？我不想再过这个打打杀杀的生活了。画英雄，跟画英雄到底有什么关系？没有关系，我在自言自语。对啊，要中年了。不是15号参会吗？线下参会，第几周？第七，80周，该中了吧？没有，你们队有谁中参会啊？
第九次抽。哦，一直有中哦。我们观众中的还蛮多的啊。没有。哎，玩天气姐的那有什么妹子啊？我就问，妹子肯定是少的啊。哎，如果你们看到我，千万不要打我，有话可以好好说哦，千万不要动手动脚的哦。好，其实我犹豫了很久，我一直在犹豫说到底要不要去，因为我不想露脸啊。开服后就开始看哦，感谢一泽，因为我记得一泽很久了，但我是我不确定是天地劫开始的还是玩单机游戏的时候。第120抽，120抽，没有。都已经加了 11.5 了。130。哎，这是抽运不好。啊，吓死我了。没关系啦，就这样了。第二个。可恶，没有酸菜。咦、啊，干你老师欸。干你老师欸。干啥笑。啥笑。睡个屁哦，一点都不安逸。哦哟。哦哟，飞机哦，早知道不要说我要预清了。活着，便要面对死去的恐惧。哦，是哦，哦是哦，早知道不要说，早知道我不要说，我不要说我要抽预清了。虽然我有剑品，但我没有超庆啊！我刚刚后来想想，不对啊，事情不太对啊，我没有超庆呢，我应该是要抽安逸的啊。哎，因为我抽不到啊，我抽不到超庆啊，我就是衰脸，我连风寒月都没有啊，啊！我连寒月都没有啊！我有雷朝庆吗？我有抽雷朝庆没有啊？我没有抽啊！我那有雷朝庆，什么时候有雷朝庆的？你说阿克莲哦？那不一样吧？我们看一下时装好了，时装哪里？没有啊！排毒使我那时候抽风寒月没抽到啊！哦，因为黄圣杰高期我没那么兴趣啊，人物是漂亮啦。来求我的那些人，贪恋的从来就不是他。雷朝鲜那个名字叫什么？忘记了，我没抽到啊，我那时候有抽啊，没抽到啊。嗯，还好，真的还好。我们看一下那个安逸的，你的毒没有解药，然后技能的部分其实已经讲过了啦，大家去可以去看之前的影片。这个已经讲过了，最大的个色就可以再行动了，但是敌人要比较多才可以齁。嗯，活动的等什么活动的什么，诶，我记得光风霁月可以看嘛，对不对？好，安逸的我先看安逸。哦哦，好哦，刀剑无眼，
并不完全对。若是逢其会生出剑魂，倒是可以试试指哪打哪。OK， 这很普通的剧情。归赵啦，我没有归赵啊。这山里的、天上的、暴风雪中的，真的觉得很好笑。为什么高希变成这样？这黄色地丁花状如野草，花无盛名，毛细又不如柳絮那般被。哎，只是没有他，我抽到他也还好，但就是那个时候抽都没抽到。那个熊是蛮可爱的，但是跟高清的那个形象就差很多了。看到我的妹妹了吗？我好想她。好了，就是这样，抽到130抽，抽到两只玉清啦。OK， 就是抽卡就是这样。好了。